得意嘅，我就用翻傳統同埋現代兩個組合一齊。咁我前半段就會用 disco 嚟舞先，後半段就我師弟會用翻傳統嘅舞師方法同大家表演。咁希望大家中意，多謝各位。哦，呢個原嘅呢個 disco。我睇佢係點，佢哋有點樣用樣。唔緊要啦，嗰啲佢哋娛樂啫嘛，新潮啲啊，啊新潮啊嘛，唐我嗰日咪響 APM 又係睇嗰啲咧，嗰個咩啊，夏國江啊嘛，啊夏建文嗰啲，兩個叫沙茶喎。好，再嚟過，準備。佢有人落過啦，咁樣。另外呢個先睇。之後都成萬五啊！我音樂，五萬，咩叫做創新？你要傳統嗰啲太過太過乜嘢？真係打彎手。你個四面河嗰個，個四面河都搞笑。你大學發達啊，那個大學發達好，那個什麼跳閘好厲害的，那個有三仔的跳閘好厲害的，
Thank you.
Thank you.